大家是几咁深爱香港呢个国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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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港呢个国家。喂喂 ，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系2022年8月5号。喂，我想讲咧，我系估到佢会咁做噶，啊，唔系点啊？俾你，你会唔会咁做啊？不过讲完，嗱，讲个新闻先啦。啊，呢个容妈妈系咪？有冇睇《还珠格格》啊？容妈妈，咁容妈妈讲啲乜嘢咧？除咗 Blue Banana 之外，啊，咁仲有呢个国之大义喎，国之大义啊，国蒲断义咁样，国之大义，国蒲断义啊，咁啊脱离呢个耶式嘅关系系冇嘅啊，人哋话系翁式嘅啫啊，脱离耶式啲关系有啲乱龙，咁但系只要佢讲嗰个人名啊冇错到嘅话就 OK 啦，就本人容海恩啊。嗱，呢个啦，留着伟大祖国啊，呢个啦，留着伟大祖国自学的中国人啊，咁啊，说翻佢哋啲土话啊嘛，系咪？原汁原味啲嘅大妈 feel， 喂，但系你唔可以咁噶喎，留着中国人的血啊，是哪个人啊，流哪个人的血啊，咁样啊，佢咁样唔得噶，佢咪即系将呢个祖国点样啊放血？咁喺国之大义嘅前提下啊，基于咧系基于嘅啫吓，据呢个国安大公称啊，袁公瑜先生涉嫌违反呢个国安大法啊入边嘅乜乜乜乜嗰啲啦，零零查查啦，所以就宣布俾你听啦，正式同呢个阿阮伯啊脱离呢个耶式嘅关系。咁耶式本身冇呢个关系㗎喎，咁即係脱离错误喎，唔係等佢登多个广告㗎嘛，咁係改正返啲错字，係翁式咁样啊，使多佢笔钱係咪，唔知佢会唔会咁啊。咁有啲人就好悲观啦 就话呢个係恢复返以往啊 ,1960 年代嗰陣时呢啊，人斗人啊，各样嗰啲。我同大家都讲过啦啊，呢、这个中共啊係有悠久嘅呢个纯化本国居民，本国居民嘅嗰个技巧啊，就係呢种咁样嘅用恐惧去统治啊，令到人民不信人民，人民与人民之间互相斗争啊，啊你喺度互斗嘅时候呢，各具生头，各具一方嘅时候啊，咁佢咪好纯化啊留下嗰啲人啦、啊。而之前我都拍过一集啊，啊讲过呢样嘢㗎啦，名门正派咁样，名门正派，唉、哎、我如果冇睇金融小说嘅话，可能都唔知发生咩事啊，咁所以大家都要俾返个 credit 呢个金融先生啊，查良镛厉害㗎，以前佢哋系晚清嗰阵时嗰啲进士出身嘅，书香世代，咩张爱玲啊嗰啲，雪一声闪走咗啦，人哋嗰啲爱新觉罗啊咁样嗰啲知系，总之又达官世家各样，系啊，你摊开个族谱，每一个人都有啲料到嘅，呢个系即系邓小平啊、矮等啊，啊佢都系你查翻嗰个族谱，唔会无啦啦咁样啊就出现一个咁样嘅人物嘅，你要记住，因为一个人物嚟讲咧，至少讲几率啊吓，你话好似刘邦啊、朱元璋嗰啲白手兴家有冇噶？少咯，唔系话冇嘅。但系就几百年出一个，几百年出一个呢啲人嘅时候呢，你又大镬啊，因为佢系会将整个嗰啲士族清洗嘅人嚟嘅。曹操算唔算系呢？佢自己都有背景出身，但系佢都要破除当时魏国入面嘅嗰啲利益团体关系，咁所以佢亦都清走一大扎人，即系好似孔融让梨嘅故仔，大家听过啦。但系孔家即系孔子嘅唔知几多世孙，当其时呢系好有呢、这个你知汉代噶啦。举孝廉好有呢个显赫嘅家世，我哋叫做，如果有听副频道呢，我哋叫呢啲做行状，所以我系会支持㗎啊，如果有啲咩议会各样搞嘅时候，各样嗰啲口讲咋嘛，你话叫我选咁咪猜撞鬼你呀，真係冇兴趣呀，呢啲就唔系冇兴趣，冇担当啦，好唔好，点搞呀，需要勇气㗎喎，系咪先，最基本嘅勇气呀啊都仲有嘅，都仲可以识穿到啲人啦、啊、鬼上身嗰啲，搵钱呢啲咁样嘅钱你搵埋我嗰份啊，点搵啊大佬。
好赚钱嘅咩？我唔识、啊，抵人哋赚啦，赚到李桂华都通缉啊！佢第一日动起条尾，我已经讲呢样嘢咯。你自己查翻嗰个时间，我 sense 到啲味啊嘛。嗱咁讲啦，啊，国安大法，你话有冇域外管治权呢？系冇嘅，嘥气，行开啦！咪一飞过嚟英女王呢头希斯路机场等你 ，come on， 系冇嘅。但系你话有冇震慑嘅作用啊？梗系有啦。呢、这个世界啲人莫讲话佢唔出声啦，佢出埋声啦啊！腾鸡个腾鸡啊，有好多净系谂住移民嘅啫嘛。我都话啦，最大嘅利益系乜嘢啊？啊，跌埋心水做个外国人呢、这个系合乎私利噶嘛，所以就慢慢拍成呢个香港人如何自处啊。跟住就继续讲第二集、第三集。哇，人哋做生意嗰啲有冇做生意啊？喺背后哇，有几多嘅瓜葛先得嘅？所以我咪话咯，呢啲咁样嘅浑水行开少少先啦，睇清楚啲先啦。咁急住下一个定论做乜呢？仲要嗰边系唔系我，我就唔知啦。但系呢啲口供周围飞嘅时候呢，影响到已经被捕拿嘅人士，咁我话肯定清楚呢样嘢系恶嘅。你问我义利之辩啊嘛，我同大家讲咩叫义利之辩？呢个系论四端、哦，论四端啊，我哋有几样嘢噶、哦，有羞恶之心、慈让之心、是非之心、恻隐之心。佢系话四端每一样嘢都要齐噶、哦，仁义礼智嘅开端啊嘛。咁如果呢四样嘢唔齐嘅时候呢，都好大镬噶、哦，所以孟子当日啦，嗱，孟子系儒家入边比较常你拜嘅嗰个啦，民为重，君为轻，社稷次之，天下应该系天下人嘅天下，所以啲嘢呢就最好摊开出嚟讲，做好晒啲 declaration 先啊 ，disclaimer 先。咁当然啦，佢话做 disclaimer 啫，佢 disclaim 俾你听嘅啊，可能系最细细嗰一忽，系啊，啊，我同佢有牙齿印啊，咁样咯。咁系咩牙齿印啊？啊，做过啲乜嘢啊？啊，两边嘅说法一唔一样噶、啊那个版本？一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啊。所以我系唔会咁急住下一啲定论嘅呢啲嘢。你咪睇日本嗰啲日剧都有讲你听噶，最难打嘅官司就系离婚嘅官司，点解啊？泥浆摔角啊！好啦，咁继续讲翻论四端先。恻隐之心可能好多人都有啦，吓、啊、见牛号出，取羊以待之咁样啊，即系见到只牛将以人中，好似好惨情咁，咁啊揾只羊去代替啦。只羊唔惨情嘅咩？嗰阵时我系咁谂嘅，就只不过佢睇唔到只羊，睇到只牛咁解嘅啫。人系咁噶啦，啊咁呢个恻隐之心系人嘅开端啊。但系点解系开端呢？中国嗰啲即系如果你继续要讲落去嘅话咧，我喺副频道讲啊吓，我呢度系啊分流啊嘛，我就系讲啲最基本嘅恻隐之心。好啦，咁跟住咩叫是非之心、羞恶之心啊？呢、这个就系讲紧义同埋智啊。你系要先判别一样嘢嘅是非先，而羞恶之心系讲紧你知道嗰样嘢错，然之后咧就唔去做。咁但系你唔知嗰样嘢啱定错嘅，但系你会坚持自己认为错嗰样嘢唔做，咁呢个呢就叫做合乎大义，但系呢就不智喎。你知道嗰样嘢系错嘅，你仍然去做，咁呢啲呢就系、是、有智慧啦，不过就不义。识唔识得分啊？好多人分唔清楚呢两样嘢嘅。咁仲有慈让之心就系礼嘅开端啦，所以孔子话礼崩乐坏就系咁解咯。礼咩叫礼啊？慈让咩叫慈让？就是明明你是好抽过他的，但是你仍然是让他先，因为咁样做系合乎礼法，所以当其时问孟子受不远千里而来，将有何益于我？孟子就话啦：做乜讲利益啊？啊咁 cynical 啊！如果你讲利益嘅话，哎，你系千乘之国啊，即系千乘起码四千兵啦，一架车装四至六个人，六千至四千啦吓，千乘之国嘅主人，咁你系千乘，咁八成嘅大夫啊，即系大概有几百兵嗰啲。咁只要翻转咗你嘅时候，咁对佢嚟讲係最大利益㗎喇喎，啊即係八夫长。咁十夫长呢去推返呢个八夫长，对佢嚟讲佢又获得又係十倍嘅利益㗎喇喎。如果天下人都咁嘅话，啊你就危危乎㗎喇喎，你依乎利，利尽则散㗎嘛。所以我咪话啦，
有能力嘅早日移民，冇能力嘅积聚实力然后移民。啊，我都唔讲边个啱边个错啦，移民先啦。点解啊？你唯独喺外边嘅时候啊，至少你可以睇清楚个局面，系咪？同埋最重要一样嘢啊，你唔需要做一啲你唔想，你系讲紧道德上边唔想做嘅事。我已经唔系讲嗰啲咩普通，因为老实讲，做埋晒啲咁嘅嘢会害到人噶嘛。我啊宁愿洗厕所啊，我都唔做嘅有啲嘢，你明唔明啊？咁虽然 witch 我唔使啊，我整饼嘅啫，够生活咁啊算噶啦 ，OK。所以人哋搞档嘢出嚟，哇呢啲赚钱嘅咩？呢啲万箭穿心噶嘛。咁我当然就支持噶啦，但我提句醒，有风险啊，同埋唔一定好多人支持噶呢个世界，所以我系睇淡。点知咧，有人同我讲话老萧都睇淡噶噃，咁样，咦？咁我咪真系企咗去嗰边，企去嗰边唔着数喎，大家都知噶，咁唔紧要啦吓。即係幫佢一把嘛，可能我都燈神咁樣啦。點解呀？啊，源自人性啦，對人性嚟講，你信人性本善定人性本惡，就唔係本善定本惡，本惡又有，本善又有。個問題，我哋成日話窮山惡水，即係一個地方係點嘅時候就出啲乜嘢人，制度使然。而共產黨係有充足嘅嗰個組織能力，由呢個馬列毛開始啊，1960年示範咗俾你睇。睇佢点样去成全落去嘅，呢个系优传啊！有冇睇过《蜀山剑侠传》啊？咁你系咪能够去抵挡得住各样呢？嗱，我读一段仔，又咁啱系西晋啊！吓，西晋五胡之乱时啊，各国混战蜀山，西蜀嘅侦探兵狄明奇就误入呢个优传禁区，就获南海派嘅剑仙丁忍。哦，原来是丁忍大侠郑少秋啊，救出狄明奇，就以扶康天下拯救万民为由，就希望丁忍收自己做徒弟，不过遭到拒绝。后来遇上丁忍嘅师弟啊，晓瑜啊，佢系昆仑派嘅掌门人，就同徒弟一争，边个系晓瑜啊？啊，刘松仁喎，同徒弟一争，就同呢个峨眉老祖长眉啊合力镇魔，结果呢长眉就以法宝昊天镜去镇住呢个幽泉，但系晓瑜就被幽泉呢化出嚟嘅魔血附身。鬼上身啊！四人逃出咗魔窟，就前往瑶池仙堡嗰度自伤，并且咧喺呢度发生咗一场嘅争斗。最后丁忍都舐埋嘢，咁堡主无奈点样做啊？唯有冰封仙堡啊！冰封咗冰封盒啊，香港啊，系嘛？就剩低一真狄明奇仙堡嘅门徒若兰呢啊，就留得性命逃脱啊，移民啊，佢哋三人就结伴去天刀峰嗰度寻找剑仙李奕奇，系咪啊？希望外地呢啊，就有一啲可以咁系噶啦啊！你要揾二人去帮手啊嘛，呢、这个世界有冇呢？李奕奇真係好神奇啊，即使係欧美等地啊，佢哋都係呢、这个我同意喎、啊、好多时係以利行先。有冇大意嘅呢啊，你又只能够话喂，当佢做一啲叫做反共嘅措施嘅时候啊，我哋当然係支持㗎啦，就只能够咁。如果你话要大意嘅，即係挑起之大旗啊，咁要嗰班友有担当先得喎，係咪？即係登登登登佢哋係最大能力者啊，美国喎、啊、係咪？咁你最大能力者能唔能够做得到，定还是係平王东迁呢？所以到最后都係讲嗰句边个大能力嘅。而大能力嘅人又要系唔好俾血魔附身先得嘅，能够做嘅似乎就系做好自己先咯，啊，唔好参与一啲浑水先啦，唔好帮呢个李桂华查案先啦，呢啲最基本啦，唔好做一啲违心嘅事先啦。咁到最后啦，嗱、这、呢个《蜀山剑侠传》嘅版本似乎就系乐观噶吓、啊，就请佢出山吓、啊，去用呢个紫青双剑拯救苍生。点解系李奕奇呢？点解要出山呢？受世俗污染比较少啊嘛。哇，我几鍾意睇㗎蜀山剑侠传。就唔係人性本善定人性本恶啦。啊，你至少知道自己个定位到底善定系恶先啦。自己最知道嘅。天知地知你知我知。至于呢单咁样嘅容妈妈事件啊，我叫容妈妈事件啦。咁有人就担心开咗个好坏嘅头。
啊，然之后咧，第时哇，啲广告横飞啊，有呢个脱离，嗰、那个脱离咁样咁上下嗰啲。所以如果要参考翻今时今日啊，香港又好啦，或者内地又好啦，已经系一个乱世。咁乱世嚟讲，你就参考翻乱世嘅历史，五胡乱华啊，各样咁样，三国啊嗰啲历史咁啊，最好参考噶啦。你冇噶，嗰啲已经自己缩埋噶啦。你话今时今日啊，如果我都仲喺香港嘅话，我会点啊？接台咯，咁高风险系咪先？我话唔中意啊，我中意每日讲下嘢啊，咁所以呢啲，喂，都系嗰句啦，咁把炮系咪先？出咗 Warren 啦，飞去希斯路机场嘛，好多人招呼你、啊。当一个地方嘅秩序啊，我拍咗好多集《沉香录》，大家知道讲乜啦？今时今日，珍宝海鲜坊都反艇啦，礼崩乐坏嘅时候啊，咁啊，人民互相猜忌。猜忌嘅时候呢，就係、是、会出现啲咁样嘅情况啦。唔道不古啊。喺咁嘅情况下又应该如何自处呢？係、咪要好似容妈妈一样得闲啊就登下广告呢？嗱，咁我哋如何自处嗰度讲。至于容妈妈喇喎。嗱，我係建议国安大公啊，咩将满清嘅十种律例 就用于其身上直播。係咪啊，以儆效尤嘛。诶，仲有袁离昌啊，一镬咯。查实你话容妈妈今时今日心里边谂嘅系乜嘢啊？搞咁多嘢，好搞唔搞搞着我嘅咩？所以佢真心噶呢篇嘢，真系要割袍断义啊！同你明唔明啊？真心到唔真心啊，七情上面啊！重要就系呢出身不良啊！你估佢有冇得升？已经系非常之唔 all right 啲香港人噶啦啊！咁更何况你而家搞单咁样嘅嘢，就更加冇得升。第时啊，升极都升唔到佢嘅时候，就赖老爷噶啦啊！唔系。嗱，你冇得赖噶啦，点解脱离咗关系啊嘛？啊，第时冇得升，你又谂下点解自己个样生成咁啦？喂，但系咁，嗱、唔知啊，你自己打分啦。龙潭慧芝女士、叶柳淑仪女士啊，仲有呢个容海恩，咁你打分啦，边个俾边个咁样？咁我谂断估佢都高分过前面嗰两只噶。嗱、你唔好搞错啊！香港人议会呢啲当然好啦，一人一票咁样真普选各样嗰啲，个理念好唔代表做得到啊！而且哇，呢啲咁样嘅，唔系泼冷水啊，亦唔系柴台，而系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唔好急咯，逐步睇咯，你要平常心先得嘅呢啲。做得到固然好，做唔到啊，唔好心急如焚。所以第一样嘢。到最后翻出嚟啊！最近听到一句说话就非常之好噶，决定去唔去做一件事情呢，就是价值观去决定嘅。至于如何做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性格去决定嘅。啊，我觉得呢句说话几好，咁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容妈妈事件就 typical 过不 typical 啊！至于啲人好抽心啊，觉得哎呀点咁噶咁样。是咁㗎啦，爹亲娘亲啊，不及习主席亲，党才是心中的红太阳㗎嘛。以前你就话啊，呢啲系内地嘅啊，今时今日系咪要面对现实啊？呢啲系香港嘅 ，OK？It's Hong Kong，It's right now。重要就系我都听咗好多年啦，哇，前言不对后语嘅有啲人 ，If not now，when？If not me，who？ 所以由此到终，我都唔会讲到啲嘢非常之咁大，就系咁解。我知道自己做到几多，我又讲几多嘅啫。而能够做得成香港人议会嘅话，我当然就乐观。其成做唔成，我都系嗰句啦。有能力嘅早日移民，冇能力嘅积聚实力然后移民。咁但系共产党不倒，香港啊不会好。点样啊？套用翻啊坚叔嗰句系嘛？赵立坚定刘定坚啊？佢话乜嘢啊？拭目以待。喂，抹眼睛，擦擦眼睛，擦擦眼睛，唔好擦几廿年啊！咁样积聚实力几廿年之后喺政坛发挥作用，几廿年后条心都淡啦，变咗李禄嗰啲巴菲特留下啦，八九民运嗰啲啦，争取民主真系要一千年喎，共产党冇讲错喎。OK，let's see what will happen。我哋系积极，虽然系悲观啊吓，就要有嗰种涉西弗斯希腊神话嘅嗰种存在主义，推完个石头上山之后又碌翻落嚟，继续推啊，推到某一天啊。呢啲就系命运，所以我哋成日话灵与肉啊，人类不能够忽视自身嘅嗰个肉体，但系亦都唔好留于净系得个肉体，人系介乎于呢个神明与肉体之间嘅一种关系。
冇人系绝对冇私心噶，唔好忽视呢一点。我认为啦，冇人系绝对冇私心，但系咧，你话有冇人系全部都系私心噶？咁我又好肯定同你讲有噶喎，呢个世界。所以人禽之辩，你话到底系性本善定系性本恶咧？恶真系可以恶得好离谱噶，但系我对善仍然系有点而希望嘅，就靠睇下呢个世界几多人啦。如果好似 Bible 话头呢个世界所有嘅义人都已经走晒啦，所多玛、俄摩拉，咁都冇办法啦，系咪？呢啲咁样嘅地域就唯有所多玛、俄摩拉啦，又系。好，今日讲到呢度。